想要脱单，你不能让自己只有一种样子。你很想打给他，千万不要打。他如果打电话给你，不要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果陀 Online，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涂杰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《吻我吧，娜娜》里面的所有今天的主要演员们，跟大家一起欢度一光棍节。Yeah！ 请我们今天主要演员呢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本人比电视上帅很多的阿亮卜学亮，干杯！ Yeah！ 欢迎亮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家千，来干杯。大家好，我是脱单很久不可能再回单身的豆子孔。你好。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亮哥有提到，就是说，你们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。那我觉得其实交往有时候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去讲到约会啦，然后讲到怎么样追对方，最重要是对方从哪里来。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近水楼台下手为强。据说大家呢都有不同的方式来认识新朋友，所以请问亮哥，刚刚有聊到嘛，你是写情书啦，打电话，但最终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哪里碰到？我们在学校认识嘛，学校有社团嘛，大学里面社团活动特别多啊，所以社团活动就会认识嘛。那因为你在同个社团里面，你就比就有些机会，在社团活动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互相。更慢慢的更认识这个人嘛，就是不知不觉就会有互相吸引对方的嘛。可能我们都喜欢表演嘛，我们都是戏剧组的，他是戏剧组组长，我是戏剧组里面蛮重要的那个。然后我们有很多对手戏，就我可能就会跟他演，我是演男主角，他就是女主角。就是我们就多了很多互动，对互动的机会。所以亮哥觉得近水楼台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设计的，是可以的。OK。当然，进去是啊，进去是可以被设计，你就比别人更多接触的机会嘛。是被设计的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在设计他吧？你也是，你被设计了。你也是进去了，你们工作是相同的，就比较能够有对，都是演艺工作，就比较有话题聊。其实女孩子对你有好感，或男孩子对女孩子有好感的时候，就要释放那个好感，让对方知道。我觉得释放讯息，其实嘉欣姐刚刚有分享一个，就是释放讯息给你身边的朋友介绍给你。所以其实像嘉欣姐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相亲的方式，因为我都会跟人家讲相亲，我都会跟人家讲说，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就比较没有烦恼，然后就是因为旁边人太多烦恼，然后就是说怎么办，他都没有另外一半。第一个，你每天在家，你怎么会有另外一半？要出门啊，你要出去啊，让别人看到你。你要跟朋友出去，然后你要去聚会，然后你要去参加一些就是可能有男生女生的聚会，联谊活动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啊，交朋友啊，而且交朋友又怎么样？就像我讲的，你跟他去交朋友啊，发现不适合，对啊，那旁边他有他的朋友啊，对啊，朋友，记得保护的，哇，记得呀，记得保护哇，搞得跟老鼠会一样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你一定要试，你一定要跟人家聊天，你才有知道说你到底要什么。所以真的是要走出去，可是如果在身边的也不要错过，就像小豆哥，他刚刚的方式其实。一开始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？我们是工作场合啊，工作场合认识。在同一个戏，我是去客串。哦，你是去客串，可是你刚刚有讲，你其实不是在工作的当下就立刻出手了。对，他就是有很吸引你，锁定了，我已经锁定了，OK。就会我，因为我不爱带剧本的人啊，我剧本都是在家看。那我到了现场，我从来不拿剧本。专业演员。但是只要是他在旁边，我都剧本借我看一下。先拿一场。其实你是看他，不是看本的。哎，就看先拿一场，先拿一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讲出这么多东西来，就是你们要知道说有没有人这样对你。对。有没有人试出这样子的试出？因为这个是大多数人会试的一些方式。喜欢的话就给对方一个机会。对啊，那你不对。不喜欢的话，早点告诉对方。你讲对了。对，有的人会享受那种对你的好，然后又不告诉人家你。那个很讨厌。对，真的是。那个真的很烦。好，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，那有很多交友的方法，但其实现在网络上最盛行的就是网络 APP 交友。不知道三位觉得网络 APP 交友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如果以后的小孩开始用这个，你会担心吗？网络上交友是现在，因为网络现在太发达了，很多 APP 的交友软体也都有。但其实在网络上交友还好，但是如果要见面，就你在网络的世界当中，其实很多会骗人的，他那个头贴照片不见得是他，对吧？很多网络诈骗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当然也有，我没有看过在网络上认识朋友，然后后来就变成男女朋友，甚至就走入也是有，也有啊，也有很好的例子啊。所以其实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，是，然后也不要完全的相信网络这个世界，对，网络上的真可能也要见面，可是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要很傻就单独跟他见面或怎么样就去，最好是能够在比较
公开的安全的场合，甚至是有伴的，就是不要单独去跟所谓网友见面啊。网络的部分就不建议大家去电影院三级片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对，这不 OK， 这不 OK。那嘉田姐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每一个人要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去面对那个网络的世界。如果你的心态是很健康，说我就是纯粹要是交一个朋友，所以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都会在一个很正确的观念里面去做。就例如说。你心里面你有歪，你有不好的想法，你就会做一些比较黑暗的事，对，不合常理，不合常理的事情，那这个就不符合你想要去交朋友的条件。那如果你自己有这样子的心理的想法，哦，你我现在想交朋友，可是我就不用正常的管道，不用正常的状况去做，那你的结果可能就会很危险。因为不确定。那如果你在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下，大家都这么做，而且这个也是可以非常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去面对，心态也很健康，它的危险性就没那么高。只要你的价值观、道德观是对的，我相信你做什么都不会是错的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其实非常谢谢文武吧娜娜今天的三位的主要演员呢，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度过一光棍节。对，但重要还是要宣传一下这个事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在1月18、19会在台中的国家歌剧院，是，然后在这个台北国建馆是一样，是明年的2019年的1月25到27，台中有两场演出，国建馆有四场演出，欢迎大家。购票请洽两厅院系，还有国托，国托剧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进场支持哦，这个歌舞剧好不好？再一次非常谢谢你们，也祝大家一光棍节呢都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另外一半，加油，脱单，脱单快乐啊！早日脱单，谢谢大家，国托online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来看娜娜，不要约去看三级片，哎，三级片太不好看了。我们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很端庄的人，顶多就是。口水，对，口水吞的比较多，比较容易口渴，你会忘记跟大家，不小心露出很专注的神。这是他们那个一这一次有推出的一个单身的当日限定大餐，好不好？只要买6公升的，6公升的啤酒嘛，对不对？我国剧场摇滚音乐剧《吻我吧，娜娜》，张雨生独一无二代表作。9月14到1月27日，盛大巡回，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。